咁今年24岁，咁学咗钢琴啦，都超过10年时间噶啦。咁我以前系一个好怕丑嘅人啦，内向啦，咁其实唔系好善于同人沟通。音乐其实系代替咗我嘅眼睛去同外界去接触咯。今年就22岁，咁学咗琴就10年多啲啦。咁，我觉得音乐诶好特别嘅，佢即系有好多感觉系未必可以用言语去表达到。咁，去帮到我去即系感觉即系多啲呢个世界唔同嘅事啊，系扩阔咗我嘅视野。我幻想是视网膜色素病变啦，而家嘅视力咧就得翻唔够一成咯，咁而且系会慢慢去恶化咯。其实一出世已经有呢个病噶啦，一般人就咁乍眼睇我就唔觉得我只眼有事咯，因为可能呢个病就系眼底有事，咁所以其实就咁睇就唔觉噶咯。我睇嘅嘢就真系好蒙，譬如我呢一本。歌书啦，咁我就如果真要睇个封面啦，咁我就要控到好埋啦。咁譬如我会睇到前面嘅一啲大嘅字，咁都要需要时间去睇嘅。咁譬如我会睇到最上面嗰行系 24 啦。上面啊，下面嗰啲細節咧，基本上都唔係好睇得到。子軒就自細咧就係擘到隻眼好大睇嘢嘅，咁後屘咧發覺佢覺得睇嘢控得好埋咧，先睇醫生。咁睇咗個醫生之後咧，淨係話近視都揾唔到病因嘅，其實屋企長嗰段好遲啊，10几岁先揾到個病因嘅。有朋友告诉我听学钢琴好好的，对我老发展好好的，咁就咁先开始。11岁就开始学琴，妈咪可能见我就冇乜嗜好啦，平时又冇乜朋友，冇咩嘢玩咁样，又所以就睇下会唔会音乐其实会适合我呢。我依家平均每日都花2至3个钟头练琴嘅都。我學一首歌就比一般人就可能困難少少，咁因為我視力唔好啦，我就將份琴譜放大啦，影印放大去到 A3 紙咁大，咁然之後再用我嘅放大鏡去逐個音去睇啦，再即刻記入腦，然之後再喺個琴上面去練咯。有時睇一行譜背一行譜都要成個鐘頭時間咯，咁可能彈一首歌，咁可能3分零4分钟嘅歌，可能都要快嘅，可能都要個幾月咯。咁啊，咁如果彈得好嘅，我諗可能要3-4个月咯。
自己视力唔好嘅时候，声音对于我嚟讲系非常之重要咯。特别系音乐啦，即系我会当呢部钢琴系我嘅朋友咯。每日花好多时间对住佢啦，咁同佢嘅感情都会越嚟越好咯。我自己都比较即系活跃，我中意做运动。大概嘅人嘅影像系睇到嘅，不过佢哋嘅动作好多时候都睇唔到啊，因为佢哋一喐，咁我要再focus 过啦咁。一嚟自己中意啦，二嚟即系唔知道会几时差落去，咁啊趁仲睇到，梗系即系有得打嘅，梗系即系打。系喎，点剪嘅？哇！即系当你谂一谂佢只眼系咁样嘅时候，其实你感受唔到佢周围嘅环境系点嘅，因为你自己都唔系咁样嘅时候，都感受唔到佢。细佬咧就系发觉佢睇嘢都系空埋啊，然后就好早期啊，两三岁已经带佢睇医生，然后又系当近视咁样去判断咯，就唔知道佢有一个视网膜色素病变嘅。即系当然啦，我哋唔知道第一个仔李轩有咁嘅病，如果知道嘅时间，亦都唔会去再生第二个噶啦。我就話其實就真唔係好介意，其實依家隻眼咁樣嘅。咁但係有時譬如真係隻眼有啲嘢影響到譬如生活上面嘅嘢啊，咁就始終都會有啲唔開心或者擔憂嘅。唔開心啊，譬如壓力嘅嘢，其實我連屋企人都唔會講。即係我會自己同個琴去溝通啦。一弹翻首歌，咁我即系好似已经同人哋讲咗一样我自己唔开心嘅嘢啊，咁个感觉会舒服翻啊，咁可能依样系我其中一样即系对音乐嘅感觉。佢演奏级分咗三级嘅，咁我而家系考咗演奏级嘅第一级咯。年尾就会考第二级啦。唔够感情，即系咁信过。因为系对自己嘅一个目标咯，因为即系除咗自己想弹嘅歌之外，另外都想有翻啲即系成绩俾自己睇到咯。因为即系一个好似一个推动力咁，我不断咁向前行紧咯，不断咁学一啲新嘅嘢咁样。其實音樂裡面嗰個眼睛唔係一個影響到佢嘅，即係音樂發展嘅一樣嘢咯。咁當然佢去讀譜嘅時候會比一啲人辛苦，但係佢去用耳仔去聽、聆聽喺音樂嚟講都佔好大嘅 percentage 咯。舊年十一月尾啦，咁我就搞咗個即係個人嘅音樂會啦。都一个好嘅机会去即系表达自己对音乐嘅睇法啦，实现自己一个咁多年嚟嘅梦想啦，可以同到成差唔多2000人咁样去分享自己嘅音乐，自己对音乐嘅感觉，咁一个即系好奇妙嘅事嚟嘅。
我不会唱歌呢一首歌啦，咁系改编自一首古典音乐。喺弹琴技巧上啦，同埋唱各方面都系好有难度。咁自己就会谂，咦会唔会尝试下自己两样都可以同时间自己去做到呢？情话要是沉醉气唱不上，歌不到也许太夸张，讲两两大地胆得不涨。于是其实渴望听他唱，共埋入我声线再哼唱，你的歌声我再投入演唱。他表演这么多多伟大，这么多平凡障碍，无求行亦未会唱歌，心子太坏，但全情为你努力发挥过，用声那人的凄壮，把自己感受空歌为我，点首歌点出你让我怀力到感情用错。一个比赛自弹自唱这首歌啦，咁最后都攞咗一个最大嘅艺术表演大奖咯。呢一首歌令到我系多咗机会去演出啦，咁亦都开阔咗自己嘅世界咯。翻翻自己母校，咁感觉系特别亲切啦。以前成日都会喺呢个礼堂听其他人做讲座，咁冇谂过自己今日都可以翻嚟同咁多师弟师妹啊，分享咯。当你喺学习上面遇到各种各样嘅问题嗰阵咧，你会唔会觉得有沮丧感咧？或者你会觉得都系好辛苦，行唔到落去嘅，咁样去放弃咧？只要俾一個目標自己去努力嘅話，一定可以克服到咯。音樂對其他人有咩影響？希望佢哋即係遇到問題嘅時候都唔好咁容易放棄啦。咁同埋我自己係好想用音樂去感動身邊嘅人咯。當佢彈琴嗰陣時咧。好像一隻鷹咁樣啊！喺嗰啲音樂上邊咧，佢可以好自由咁樣去翱翔。咁佢而家即係開始去學習作曲啊，開始去學習同人哋即係伴奏啊。我哋睇到佢嗰個嘅即係音樂對佢嗰個嘅幫助咧，係我哋之前唔知嘅。如果睇翻自己以前同而家係好唔同咯，即係如果以前叫我上台表演彈琴。甚至講嘢咁樣係好難咯，我自己會唔敢咯。多謝同學參與。我聽你啲歌，好聽啊！唔係我嘅，嗰啲歌係貝多芬啦。我知道。嗱，試下讀俾我聽啦，見唔見到你左手面第一呢個係咩字？啊、哦！下邊呢個咧？去邊啊？而家佢個視力嚟講咧，就屬於我哋都係叫做低視能噶啦。咁個視力咧，大約都係我哋平常嘅人咧，大約可能係20% 度啦，我會界定。試下能夠可以讀到最細睇到邊行？9、3、7、4。第二個問題咧就係個視野側邊嘅嘢睇唔清，中間嘅就好啲。咁呢個其實都係因為佢嗰個視網膜嘅問題引起個視野就縮窄咗嘅。咁而家我哋見到佢呢個情況，佢唔會話好多年之後會變翻好，只有係慢慢越嚟越差。悲唱係貝多芬就嚟聾嗰陣時候自己寫俾自己嘅歌嚟嘅。即系又唔开心，咁我就会弹呢首歌咯。开始，即系有种身同感受嘅感觉。即系只眼叉落去，咁即系成日做好多嘢都，即系撞板咁样啦。咁我会即系觉得即系。會越嚟越幫自己定咗一啲位置，咁即係呢啲我做唔到㗎啦，咁
係咯，咁就會唔去做啦，有時。話眼眼呢個係二三啊？係啦。今日嚟學摸點字啦、打點字啦，同埋行路咯。唔知道自己會即係個視力會差成點啦，咁即係都想喺呢、這個即係仲睇到嘅時候學一啲即係我遲啲需要用到嘅技能咯。咁係咯，想幫助多啲自己咁樣咯。好，揾一揾先，邊度？喺呢度。譬如行路咁啦，咁夜晚睇唔到嘅時候啊，究竟我可以點做呢？咁啊，即係都會學咗啲保護法咁樣嘅，即係去幫助自己。係咁樣嘅咩？係啊。其實都即係掙扎咗好耐，一嚟即係自己會覺得睇唔到嘅喎，份譜咁樣，咁即係點教啊？咁唔緊要，再過。基本上都聽到佢會有冇彈錯啊咁樣噶啦。其實難就難在，譬如即係即時睇譜即時彈咁樣啦。咁有啲嗰啲拍子上邊咧，咁我未必可能睇得清楚，咁就即係要靠自己個感覺啦，去判斷佢啱唔啱啦。咁你要聽多少少，即係佢中間會有少少空間，即係冇聲冇咗聲嘅會。咁大個其實學琴，我其實越嚟越。即係覺得冇自信啊，同埋唔會話，即係唔會覺得自己會彈得好。但係阿李，就見到阿李星咧，佢隻眼有問，即係係啦，隻眼有問題啦，但係都會彈得好嘅，同埋彈得咁勁咧，覺得真係一種鼓勵嘅。第一次參加呢個社區文化大使計劃，咁會同香港芭蕾舞團啦，咁一齊演出呢個紙上芭蕾，咁我會負責鋼琴演奏啦。對於我嚟講都係一個幾大型嘅演出啦，因為總共會演出五場嘅。表達到你對生命嘅愛，我覺得未必係咁多嚇。咁同埋比起好多人嚟講，即係可能人哋會覺得佢哋擁有嘅嘢係比你咁多嚇，即係喺各方面嚇。但係咁你就證明咗，其實擁有嘅嘢並唔代表豐盛嘅。其實一人嘅豐盛唔係代表你唔係你擁有乜嘢，而係你能夠建立到啲乜嘢，你能夠同人哋分享到啲乜嘢。係啦，所以你繼續努力啦。咁咧，我希望呢一種花咧，唔單止三年嘅時間。我覺得佢每一天每一天咁成長咯。同埋覺得佢今日都可以喺人面前表演喎，都有個成績啊，可以表現下佢自己啊，喺呢方面嘅嗰個。音樂嗰個天分啦，自己隻眼可能會越嚟越差啦。即係要自己亦都要適應啦。都是即是要想的就是即是自己都要生活那要找一份稳定的工作是很困难尤其是如果真是艺术也都是更加困难那所以自己一直都在想是应该应不应该继续很坚持是音乐呢但我到这一刻都觉得是值得的。现在李谦这样多了他自己的工作量多了他自己的自己的圈子咁咧有好多機會去學有所成嘅時間咧，我哋好開心噶。但係或者灰啲咁諗，究竟佢可唔可以一路一路咁維持落去咧？
如果能夠的話，梗係開心啦。到趨於平淡翻嘅時間咧，咁你點樣呢？睇唔到佢將來會點樣，但係只要做到呢一樣嘢，係不斷咁樣努力咧，就已經係好足夠噶啦。接下来宾的是名人厨房。